大家好，我叫杨进，是一个地道的东北人。我生在吉林，长在黑龙江，生根在辽宁沈阳。作为70后，我经历了祖国快速发展的40年，感受到了生活一路向好的幸福。特别是最近10年，社会的方方面面每天都在进步。当下是中国最好的时代，国家安定繁荣，人民生活富足。能够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我感到非常的幸运。过去这些年，我一直经营着一家小型的 IT 服务公司。正因为赶上了好时代，我们的公司一直有序经营。对于未来，我充满信心，坚信祖国未来会更加强盛。我会紧跟时代的脚步，再努力奋斗20年，为祖国的和谐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